10月19日，央视著名主持人沙童与演员刘媛媛婚礼在京补办。虽然女儿秋秋已经2岁，但工作繁忙的二人尚未举行过仪式。此次刘媛媛和沙童携2岁的宝贝女儿在北京柳荫公园补办一场独特的穆斯林式婚礼。沙童表示，补办这场婚礼既是给自己和妻子一个美好的回忆，同时也是对女儿将来能有一个美好婚姻及完美婚礼的祝福。刘媛媛小姐，这么帅的帅哥，现在能娶？错过了就没有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现场沙童二次求婚，2岁女儿亲手为父母送上钻戒，场面十分温馨。面对镜头，她与沙童夫妻二人摆出各种搞笑表情，幽默风趣又不失温馨浪漫，而宝贝女儿更是萌劲十足，一家三口尽显甜蜜幸福。请新娘为新郎将戒指戴在无名指上，距离心脏传说最近的地方，让这份爱情随着你们的血液流遍全身，永远幸福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